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霍布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虽然在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英国思想家整体上占了很重要的分量，但是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还没有讲到其中的任何一位。我们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会接触到的第一位英国思想家就是霍布斯。从霍布斯开始，英国思想家的名字我们可以一连串的数出来，比如洛克、休谟、伯克、边沁、密尔父子等等。 这说明英国思想家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发展的影响，集中体现在现代时期。其中开风气之先的就是霍布斯。霍布斯通常被视为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而他那部名作《利维坦》也经常被称作用英文写作的第一部，甚至迄今为止啊，也是用英文写作的最伟大的一部政治哲学著作。 按照惯例呢，我们先来简要的介绍一下霍布斯的生平。托马斯·霍布斯1588年出生在英国南部威尔特郡一个贫苦牧师的家庭。据说当年霍布斯的母亲因为听到西班牙无敌舰队已经进入到英吉利海峡，实际上当时还没有啊，但是呢有这样一个消息传过来，那么他母亲呢就受到惊吓而早产，于是生下了霍布斯。因此霍布斯后来在自传当中他说。 我和恐惧啊，Fear 是双胞胎。霍布斯少年时期，他父亲跟人发生争执之后呢，离家出走，一去不回。他叔父供养他完成了学业。十四岁的时候，霍布斯进入到牛津大学马格德伦学堂学习经验哲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他的学习内容呢，包括语法、修辞学、逻辑学、形而上学等等啊。 后来的历史表明呢，霍布斯对这些学习内容其实并不感兴趣，他甚至对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十分反感。比如在《利维坦》当中，霍布斯就对亚里士多德有非常严苛的批评。他说：“我相信自然哲学中最荒谬的话，莫过于现在所谓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他在政治学当中所讲的那一套，正是和政治最不能相容的东西。而他大部分的伦理学。” 则是最愚蠢不过的说法啊！霍布斯对亚里士多德的批判非常的严苛，虽然他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内容并不感兴趣，可是他很聪明啊，在校成绩十分出色，因此呢，得到了学校的推荐。在一六零八年毕业之后，二十岁的霍布斯担任了英国最有势力的家族之一德文郡伯爵卡文迪什的家庭教师。 负责教授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和历史啊等等内容。从此呢，霍布斯终其一生，因为他这一辈子都没有结婚，除了在内战时期，他大部分时间都跟卡文迪什家族生活在一起。第二代、第三代德文郡伯爵都是他的学生。在某种意义上，霍布斯已经被视为是这个上层贵族家庭的一个家庭成员了。一六四零年春末。 正是英国革命的前夕，霍布斯发表了《法律要义》，副标题是“自然法与民约法”。这本书呢，从个人权利出发，论证了至高无上的王权对于保卫国内和平的重要性。当时，国王和议会正处在紧张的对峙当中。那个时候，不少捍卫国王立场的人都遭到了议会的起诉和逮捕，理由是。 他们宣扬绝对君主论，企图颠覆国家的基本法律和政府。霍布斯的《法律要义》已经包含了日后《利维坦》几乎所有的主要观点，显然呢，也属于议会的迫害目标。一六四零年的十一月或者十二月，霍布斯怀疑议,议会将会惩罚他，于是他离开英格兰，逃往巴黎。在欧洲大陆期间。 霍布斯于1646年到1648年担任了当时也同样流亡在法国的威尔士王子，也就是后来复辟之后的国王查理二世的数学老师。根据学者们的推测，霍布斯大约是从查理一世开始受审，那就是1649年的年初着手写作《利维坦》这本书，整个是他在法国写作完成的。霍布斯写得很快。 所以到了一六五一年的四月到五月期间，《利维坦》他的正文部分足足有四百页之多啊！但是呢，仅仅两年的写作，这个一六五一年的四到五月就已经在英国正式出版面世了。《利维坦》的写作显然是受到当时英国内战的刺激，但是呢，当时法国反对专制王权的投石党运动也很有可能是使霍布斯感觉到法国人和英国人一样。 需要关于臣民有绝对服从君主之义务的理论教导，因为霍布斯曾经在一封信里面提到，他在写作英文版的《利维坦》的同时，有一个法文版也在同步推进。不过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个法文版最终呢没有能够问世。《利维坦》的出版激怒了当时流亡在法国的英国王党分子，因为这本书看起来。 是为当时人们服从新生的共和国提供了一个理论上的正当性的辩护，他也激怒了法国的天主教会，因为霍布斯在书中把天主教会描述成是威胁人们的忠诚信仰、威胁稳定政府的一个危险因素。霍布斯感到自己不能再安全地待在法国这样一个天主教国家了。恰好此时，克伦威尔宣布大赦任何愿意宣誓效忠新政府的人。 并且归还他们的财产，于是呢，霍布斯就抓住机会，在1652年回到了英国。不过，查理二世在1660年复辟之后，对自己的这位老师还是优待有加。据说他还购买了霍布斯的画像，挂在自己的寝宫中。1665年和1666年，伦敦先后遭遇了大瘟疫和火灾。有人向议会提交了一个反对无神论和毒神的法案。 因为怀疑霍布斯有无神论或者独神的嫌疑，议会组织了对霍布斯的专门调查。由于查理二世对他的保护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帮助，这个调查最终不了了之了。一六七九年，霍布斯在德文郡伯爵的庄园去世，享年九十一岁。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我们会讲到的所有主要的政治哲学家当中，霍布斯还是非常长寿的一位。以上。 就是我们对霍布斯生平的简要介绍。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主要著作。